大家好，这今天是2018年民国107年1月1号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做明年的分苗，这是第三次的分苗。我们找一个比较大的盒子。这个是比较大的盒子。下面呢打了三个洞。为什么打三个洞？等会就可以跟大家知道。准备两条线，可以从镜头上面看得出来，一条两条线从里面穿出来，左右各跑一条。目的呢，我们是要增加这整个大面积的那个吃水量，然后有两股线冲上去。 OK， 我们现在加，这个是提源拿来的培养土，这样子是目前基本上它已经准备好了。喷施，OK， 这边动作准备好了。再来，我们的主角上场，这个先放旁边。那我们先把苗搬出来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女儿吃的布丁，或者是果冻。那不舍得丢，刚好可以拿来种花，很好用。再来就是伤眼睛的地方了。大的小的都可以，都要移，因为有些长得比较慢，后期才慢慢又发芽出来的。尽量松开。看来待会我的土还得要再增加一点，这样不够。
原本想说这样就够了，结果还是不够。OK， 再来继续。一不小心呢，拆坏了一片的苗的叶子。不管，直接插下去，能活就活吧。
OK， 完毕。这样是完毕的那个作品。那我们再来就是把它放进带水壶。等我一下，镊子上面有一点土。把两条线呢同时放进我们的水壶里面去，让水能够倒上来。OK， 这样是完工的。那再喷一些水。完工。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要补一个镜头，侧面可以看到那个供水的水壶。实际上是这样子的。OK， 拜拜。